尼亚有这么一对年仅7岁跟9岁大的兄弟党，他们呢全身上下拥有呢非常结实的肌肉线条，还获封为是全球最强壮的男孩。不过事实上，他们每天重训2小时，还能够做出90度垂直伏地挺身呢。这么高难度的动作，让大人看了都望尘莫及。金发小男孩熟练的跳上单杠，随后竟然全身腾空，只靠双手支撑着做起伏地挺身。连成年的专业人士都很难完成的高难度动作，年仅9岁的罗马尼亚男孩朱利安诺却是轻轻松松，连个大气都没喘。他脱掉上衣后，更露出惊人的背肌、胸肌和腹部6块肌，人鱼线也清晰可见。后方年仅7岁的弟弟也很厉害。不过，对于这对被形容为全球最强壮男孩的兄弟党来说，这些训练早已是家常便饭。Lifting 4 kilograms dumbbells and heavy weights for 2 hours a day would be an impressive fitness regime for an adult. But the grueling sessions are in actual fact exercises for a pair of Romanian brothers who part of a family dubbed the Hercules. 这两位男孩从婴儿时期就接受训练，哥哥朱利安诺更曾靠宛如像棋子一样抓住杆子在空中定格。Bravo, bravo!以及90度垂直伏地挺身，打破2项世界纪录。Bravo！ 虽然严格训练招致外界批评，但小男孩的父母表示，孩子有天赋，他们并没有强迫兄弟俩。现在更计划找机会要将小男孩带去英国发展，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才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